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山田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空中时刻的一个小撇步，很难得的，我可以在这边教大家糖豆人的攻略啊，真是可喜可贺。首先呢，我们在空中时刻的起点往前走，下面有一个踏板，重点就是利用这个踏板来争取更多的时间，增加分数。但是这个踏板时间到，它会垂直成90度，那我们就必须去抓上方有两个单杠，那去抓其中一边来撑时间。踏板下次转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跳回去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要跳回踏板呢？干嘛不要一直抓着单杠就好了？因为踏板下次转成90度的时候，我们的糖豆人有机会被卡到，然后这样就掉下去。所以我会选择跳回踏板等待。以上就是我的心得啊，或者你有更好的方式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按喜欢，你的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